所以你说这个不是打听，这个是我们本来就知道的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唱的都是西洋歌曲，你有特别喜欢的什么歌曲吗？有啊，我那个时候我们我们合唱团里面唱的西洋歌曲有很多，个人都不一样，唱的不一样派别的歌曲。对，有唱 Bee Gees 的歌曲啊。啊，我是负责唱那个 Andy Williams 的歌曲、啊。我跳过 Andy Williams 大家。后来就唱，那是抒情。后来又唱 Tom Jones 的歌曲、啊。哦，是的，比较野蛮的歌，哦、比较野性的歌、哎。对对对，哦，所以说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色。对。那你是属于比较声音比较厚，比较厚的。可是现在讲起来音脉修起了，真的很难把你跟那个 Andy Williams 的歌声联想在一起。对呀、是哈、真的、那就来抓着这个机会，边炒菜边唱两句给我们听听，好不好？还要边唱哦？你以为嘞？你以为来我们这里炒菜就是炒一炒就好了？还要重头戏唱歌？当然，重头戏就放在后面。我刚刚前面为什么都没有问你？我就是故意的啊，要放在这个时候啊。来，我帮你先伺候。好，我先帮你倒一点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可以。可以。好，然后就是要爆香菇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不过讲西洋歌曲的话呢，也好几十年都没有唱了哈，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唱。哎，可是你后来并没有马上进入戏剧圈啊。后来在合唱团结束之后呢，我就到美军俱乐部。到美军俱乐部去唱。那时候就不是一个团，是你自己个人。对，对，到美军俱乐部去演唱。那美军俱乐部唱了很久哦，唱了很久之后，就到台北的第一大饭店。台北第一大饭店第四角。第四角，在第四角。以前哦，都会去那里跳了。在第四角去当歌星，然后也。就当主持人，也做主持人，就更多元了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后来是怎么机缘点到戏剧圈？从第四角就到中视去，在中视考进去当歌星，中视的歌星。那公司的歌星呢？做到一半的时候，就在全省的歌厅啊，作秀。对，也主持节目，是也作秀。你看，那在中视唱了也很久一段时间。之后呢，他们就找我去演戏。你看这个变化很难想象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这位阿公热了，所以我们要帮他赶快擦擦汗。谢谢。好，因为呢要听好听的歌曲，不能够就是说让他这么辛苦。不要了，今天还要唱。唱两句。今天要唱。好，是啊，因为那我唱比较柔一点的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来。My love, my darling, I hunger for your touch. Are you lonely time? And time goes by so slowly, and I can do so much. Are you still mine? I need you, love. I need you, love. Godspeed, you love to me.第六感生思念，你看，哇，超浪漫的，所以哎，差不多了，有，现在客人来了，哎呀，现在开始加这个高汤，我们全部水先，下一支汤，要是哪一次要演一个这个曾经就是很会唱歌的爸爸，非找你不可，你看那个歌声还是这么的浑厚哎，哦。哪里现在自从演了戏以后，很少有机会再这样唱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这个在我家里面炒的话，我会这样翻。可是这个锅子哦，这样子翻哦，
我怕把这个锅子铲坏掉，好，这样这样翻。没有，那你如果这样翻的话，那你可以换一首歌。因为这个 feel 不同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差不多可以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起锅来吃吃看啦。酱烧鲜蔬，做法是茭白笋切滚刀块，穿烫至熟。青椒、红甜椒、黄甜椒切片备用。起油锅炒香香菇，放入茭白笋、三色椒入锅拌炒，再加入素高汤、酱油、料理米酒、蜂蜜炒匀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超级荣幸哈，不但呢要吃到我们这个永华阿公的这个好吃的料理，而且还听了他的这个这么浑厚优美的歌声，20年没唱了。对呀，不止啊。不是，就是没有在这个公开场合，对，因为就是没有也没有说，很好的场合哈，很有那个气氛的场合，很有 feel 的，好像没有见到你啊，我就唱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就是见到你我就唱出来。哦，尤其是哦，刚刚那算是经典的情歌，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首经典情歌到现在的小朋友都会耶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他们还很多人还 Oh my love。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气可以听到这么好听的歌曲，但是呢现在迫不及待非常的想要吃，哇，我们这么好吃的料理，吃吃看，先吃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很营养，而且哈，如果说有很多女孩子哈，他们吃饭的时候说，哎呀，我不想吃饭了，我也不想吃什么，那你就煮这一道菜，就把它当饭吃。对，它可以当瘦身餐。对呀，而且呢，里面的不但这个蔬菜、蔬果都有了哈，而且呢，它那个挂起它也可以当垫子，代替饭，对不对？低热量。今天我不知道哈，我今天没有试，完全没有试那个甜的、咸的味道到底怎样，完全没有试过。你知道吗？它是那个蔬菜自然的鲜甜。好，那现在这个来是那个我们刚才的这个叫做酱烧的。好。酱烧的呢？酱焖五十，酱焖那个鲜蔬。它又多了一种香气。它本身就很好吃的，你像这个豆薯啊，它本身就很好吃，你切一切就这样拿来吃也很好吃。对。所以再经过炒一炒的话，它那个鲜味又出来了，更好吃。不乖，叮当有人起来的时阵呢，都是你哈，下厨当大厨。真的就是有两把刷子哈，而且以后还可以听见我们这一位男主人在厨房里面呢，一面炒一面还 Oh my love， 没有了。这样子消息传出去以后，你们家的客人说要点，你下厨还要点唱，哈哈哈，真的是太谢谢你，太感恩你了，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哈，然后还带来这么好吃又有趣的这个又健康的菜，哎呀，祝福你哦！更感谢你，感谢你哦！那我有机会，在大爱台，然后来做这个菜，然后来跟观众见面，更要感谢你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！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，谢谢。太棒了，来。